是半夜12:30，你没有看错，在每一间店都已经关门的时候呢，这里竟然有一间店这么热闹，它就是鼎鼎大名的nasi lemak CIQ。Hello, kak, makan sini. So, kan ada nasi lemak telur rebus, nasi lemak telur dadar. Okay. Kalau you nak nasi lemak ayam, tambah telur? Ah, boleh. Nama kan semua posing. Kak, boleh tanya sikit, kenapa ni, nama gerai ni nasi lemak CIQ? Dulu berniaga kat sana, dekat Petronas. Oh, jadi nama berasal dari sana.赶紧吃一口，饭的椰浆香很足，偏向微微的湿黏的那一种类型，三包的量也给的很足，带甜带辣，不会那种一吃下去就会辣到你觉得很要流汗那种非常刺激的感觉。炸鸡非常的入味，这鸡肉很嫩，但是它的皮不是酥脆的，一干比例很酥，我喜欢跳出一点那种咸香味，搭配这椰浆饭的香跟甜甜辣辣的三包，跟肉蛋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我不太喜欢，我觉得很甜，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那种夹着咸香蛋香的那种，这是比较带甜的。整体来说，它不到是让人惊艳的拿铁冷吗？但放眼望去，在宵夜的这个时段，在新山区可以找到这样子水准拿铁冷吗？它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宵夜时间 ，craving for 拿铁冷吗的朋友，可以来这里试试看。